拉出来，用手套。夹三是可以换后面的大柴犬，剩三秒，算了。哎呦，滚下去了！头像应该被勾了到吧？别夹它了，一秒算了。哪只？蓝色的。或者是放飞，那再把蓝色的补进来。你就要先补还是要先？我觉得先补，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弹下来。出了三只，这蝴蝶长得有点特殊，超可爱。13 12 11 10 9 8 7 6 5 4，没有了，3 2 1，你可能要就是带一点动静。9 8 7 6 5 4 3 2，好，再把它导出推出来吧。它好硬啊！哎，出了，好。可以把铅笔人给拉下来了。好，那二拉铅笔。6 5 4 3 2 1，下了，收。有点机会。你要对他对不到。5 4 3 2 1，下了，收。你还有机会，先拉到后面，先拉后面推进去，对，应该是只要轻轻一推就出了。4 3 2 1，你奥尼啊，就讲那个里面那个包包还是什么？黄色那个。对啊，韩纳赫拉的皮带。应该可以推得出了。那你就直接推好。你没有推到它。4 2 1，下喽，可能不会收了。好，出发喽！好，出发。
包包可以拿出来吗？哎，好，可以哦，快拿出来。但不知道是什么。你剩两秒。太贪心了。真的。而且你刚刚绕太远了，你应该。对。我这样子这样反而会。让他应该可以啊，还是可以。八秒，六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哎，可以哦，不用绕那么远。哎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接着他二，一。弄不到了。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还是夹屁股，看到能不能翻？好像不太容易，算了，你随你夹好了。一起下走。嗯。哎，出来了。啊，袋子，大熊。找套没进去，剩两组。八倍。要把它拉坏。我也怕，但那只刚刚被动到而已。是你刚刚可以不用刻意绕到那边去。加温给你，可以吗？哎，坏掉了。那之前会再加。哎，真可惜。最后，如果喜欢我们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并分享。如果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同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